说出三个被老板赞赏的理由。身材好漂亮，你这个聪明太简单了吧？像你自己身材好，老板会赞赏你身材好漂亮啊？你怎么喜欢拉拉队？拉拉队啊？对啊，哎，可以的。没有，就是看谁醉的。晚上要多喝一杯。好，我们一起喝。可以可以了，好，请问念出来。说出三种瓶装饮料，苏打，我没有答案啦。哎，你是主持人，我以为要抢答啦。哎呦，苏打、雪碧、苹果西打。好，这题不算。哎，瓶装饮料不算，不算。我以为要抢答啦。可恶！好，袋子袋子到啦，袋子袋子。嘿，说出三道海鲜菜式。鲍鱼、龙虾、螃蟹，哎，那不算吧？海鲜菜是你那只是海鲜呢，然后很严格，对，海鲜菜，海鲜菜，龙虾，对，螃蟹，说出三种夏季的户外活动，开始，游泳池、露营，游泳啊，游泳，路跑，好，可以啦，可以啦，好了，说出三个被老板赞赏的理由，身材好漂亮，你这个聪明。身材好，老板会赞赏你身材好漂亮啊！你怎么喜欢？拉拉队，拉拉队啊！对啊，哎，可以的。要使用骰子玩的游戏，吹牛、红黑单刷，时间到，麻将。啊，对，麻将。哎，红黑单刷，红黑单刷是什么？啊，他不会，你等下教他。我都跟你说，我在有时候还大笑，很好玩。有条纹的动物，斑马、热带鱼，哎，很难嘞。老虎啊，老虎，哎耶，看我们多烂呐，烂的。来，还没啦，我还没看题目，这个太难了吧？太难了，拖时间，说出三个慈善。木款，对，木款，木款，我帮你积，我帮你积二，积二三十啊，红星加福智慧，红星智慧，红星智慧，捐发票，太难了，捐发票，流浪狗之家，那你们可以拿这个，我们三个都有，停下这一题，说出三种道路标志，哎，单行道、双向，双行，双什么道？双向道，并排跟左右。人行道，道路标志很难呢。你喜欢在周末做的事？啊，这太简单了。打手机、吃饭、玩电动。你这个都，对啊，你连这个都可以回答。那要想一下，庆祝新年的方式：放烟火、吃火锅、吃火锅、是看自己发红包。哦，不错，威武威武，庆祝哎！呀呼，看手机，看手机。面乌龙面米粉米粉看哪面油面跳饭跳蒸面意面啊意面那种反弹那是面啊比较粗的面比较粗的面是米做的反弹是面啊都可以长条就是面反弹是米只要是对啊米粉冬粉对啊米粉也是米对说出三个老师会责备你的，然后上课吃零食、打同学、骂老师。哈哈哈哈哈！这是你做过的事情吗？没有。有没有被弹肩带过？国小弹肩带被男生吗？没有。我就是没有。那你就打他。我到后面我就真的生气啊，然后我已经被他弹很久，他就觉得很讨厌，然后到某一天我就真的受不了，直接转头给他一个，然后他就很戏剧化这样走到窗台这样，演什么？那是我吗？你是我弹你肩带吗？没错，没错，他这样跑到就觉得太戏剧化，我在笑，我小小五左右，哇，你记得好清楚，怎么记得？因为那是我人生第一次打。嗯，还有这个太生气了。三杯，两杯，一杯，什么？还有三杯吗？好不好？他好像没有赢过。对啊，没有，没有，没有，
有三杯，三杯，突然三杯，你就三杯就对，好，准备，出去准备食材。好，